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你要赢我，够玩一场，你要赢我。没关系，能够北投小草月吗？北投小草月。欢迎收看电玩展示会的新企划，这款很可以，我是汉克，这是一个全新的实境节目。最近汉克我呢在看后台的时候，发现展示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就是我们观众朋友年龄好像都偏高，哎，都没有一些低年龄层的观众，哎，我不知道。那我们的频道就是。都是一些新三色派，就是恐怖的，对吧？小朋友不想看这个卡，我觉得这样不是一个很健康的频道。所以借由这次新节目的机会呢，我下去玩了一款堪称网络上说是中低年龄层杀手的游戏，叫做《极速领域》。真的假的？极速领域不都小朋友在玩的吗？讲真的，我下去玩之后发现也不是全部都小朋友了。而且先说，这不是业配，我也花了非常多时间爬上了最强车神。最强车神，你有花钱吧？这不好说，这不好说。但现在时间其实有点紧迫，倒不如我们玩，路上再一起讲好了。我们现在呢，来到的是台北某所国小的附近。然后刚才之所以说要快一点呢，是因为他们最近好像，应该说礼拜三都好像比较早放学，对对对，12点放学还穿便服哦。真的假的？对对对。那等一下会不会找不到小朋友啊？没差没差，就是我上次有留一些点数，本来是要送给粉丝的。那我今天想说。大不如我们就在路上找有没有看我们有没有我们的粉丝吗？你说小朋友有订阅我们的频道？对啊，我想说有可能吗？我也很好奇他们现在都订阅什么 YouTube， 你知道吗？哦。然后因为有5000多点嘛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要不要我们找到粉丝就直接送他5000点，玩大的。送他5000点，超车吗？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应该很难找到我们粉丝啊，超难找的吧？我觉得。赌这么大？对啊。而且5000点，小朋友应该爽死了吧？就看有没有我们粉丝吧。小燕，你现在有在玩什么手游？传说对决。你没有玩极速领域吗？有啊。你有看过电玩宅速配吗？没有。好，谢谢谢谢。你是玩什么？极速领域。请问你有看过电玩宅速配吗？没有。好，谢谢。你玩这款游戏玩多久了？大概3个月吧。你有没有看过电玩宅速配？知道。知道。有看过吗？那请说出3个主持人的名字。这个有点困难。困难，那就是没看过啊。你有没有订阅？没有，但是有看。好，谢谢你的回答。欸，前面有一个妹妹，可是她没有背书吧？没关系，我去问一下。好，就问一下，问一下。欸，妹妹，欸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是电玩宅速配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有没有兴趣上我们的 YouTube？ 我想问你几个跟游戏有关的问题。都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想问一个问题，因为我刚才访问了很多小学生，他们最近都在玩一款游戏叫做《极速领域》，你有没有跟着一起玩这款游戏啊？没有，因为妈妈不准我玩。不准你玩吗？那班上其他同学有没有跟着一起玩？有啊，一半以上的同学都有跟着一起玩。我想请问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有没有看过《电玩宅速配》？没有，因为妈妈不准我看。妈妈不准你看。刚刚其实我们大概抓了有20多个小朋友，但其实大部分都不敢上镜头。不过我稍微问了一下，其实90%以上都有在玩极速领域。我们继续去找下一个 ，Let's go。哎 ，Hank， 怎么办？访问那么多个，都没人订阅电玩宅速配。我就说不好找吧，我跟你讲真的。真的怎么办？那今天这点卡是送不出去了。那我们要不要抓一下那个？抓是谁啊？抓那个。我先去问问看，我先去问看。有个小朋友。请问你现在有在玩手机游戏吗？有。是玩什么？极速领域。也是玩极速领域吗？那我想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看过电玩宅速配？有。好啦，我直接问重点，你有没有订阅？有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看。如果他等下没有的话，我们直接闪人。对，有的话点卡就是他了。有的话就是他了。真的假的？今天都没有抓到小朋友的订阅。这里。来，我看一下。真的有哎！真的真的真的有真的，那你赶快告诉他。其实我们今天来是有一个任务的，就是我们在找有没有小学生刚好是我们粉丝，然后你刚好在玩极速领域嘛。对。然后你是我们粉丝的话，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你，我决定要送你一个奖励。真的吗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你有没有氪金在车子上面？没有。今天给你氪金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储好了，储好了。好，我看。来，你想抽什么？荣耀之光。你要抽荣耀之光，现在没有其他礼物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来抽抽看吧。按这个抽，又买到吗 ？A few moments later。哎，它好飞哦。出来了吧？肯定真的4000块是抽不到这个车的。很想要闯红，不是？闯红有时候抽到就是。没了吧？没有。这真的不给我面子。没了。没了。弟弟，怎么办？有点失落吗？但我跟你讲，我其实留有一手，
我还有1000点没给你，我这次准备了5000，我刚才才给你4000。真的吗？可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你要赢我，够玩一场，你要赢我。没关系，反正我北投小草月嘛。北投小草月，好，没差，反正他说他北投小草月嘛，我们就来赛一场，看他多猛。那请问北投小草月你要挑什么地图？就龙门新村吧。龙门新村哦，要你，哎，小草月你怎么才排第一呀、啊？要不要让？要不要让？你先讲。我开板车，我开板车。让30秒好不好？30秒太夸张，15好吧，15好吧。好，15。15，好，那就龙门新村15秒，1000点。开场不给力吗？开始了吗？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哎、欸，很难哎、欸，15秒很难哎、欸。所以黑影现在还没跑。我还没跑啊，我要等15秒。OK。而且我还板车哎、欸。好，15秒到了，15秒到了。黑影这张地图最高进入多少？1分40几。1分40几。好。弟弟，觉得他现在如何？我看到他车尾灯。我已经看到那个红点点追上来了。弟弟跑的怎么样？1.8。怎么？我要认真一下，不然我觉得我会爆。蓝色点，快前去！哎，我看不到他车尾灯了，太远了啦！靠，黑影可有1000点要输了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反车，反车我可以。你小草月，你的头惨嘞。没事，我很好。小草月现在，等一下，小草月现在超专心的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结束了吗？结束了结束了。黑影输了吗？我倒数第4秒到，然后我让15秒，所以我照理说，如果我是让10秒的话，我应该就赢了。但你让15秒，你还是输了。好，所以小朋友可以拿到1000。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北投小草月技术不错吗？我记住你了，我记住你了。那最后，因为我也不想看他没抽到多失落的表情，剩下这1000点给你了。等，你自己出好不好？因为我现在好失落。好啦，其实这次活动本来就是讲好要送出所有的点数的，但其实我是真的很好奇小学生现在的实力在哪里，所以就真的下去跟他比一场咯。总结这次的街访下来，其实我还蛮压抑真的能找到我们粉丝的。不得不说，极速领域真的是款这半年来新上市游戏中相当成功的作品之一，而且不只受到低年龄层的小朋友欢迎，也是部分上班族非常喜欢的游戏。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，也可以跟各位聊聊作品比较细部的内容。今天就先到这边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说不定下次在路上遇见我们的时候，就会有好运发生哦。这款很可以，我们下次见。